4月13号，台风夜基隆发生枪击事件，不明人士对着艺人许绍舜投资的礼仪公司铁门开枪，经过一个月，终于逮到人。满脸不在乎的诚信主嫌是天道盟太阳会的组长。原来13号当晚，他在酒店喝酒时，和礼仪公司的林姓股东起争执，双方早在酒店时就打了起来，甚至将对方扭打倒地。两个大哥在打架，电波抢劫，连林姓店长都有个线性的打。他打完以后，他们又小弟又替他们上来开枪，就是起因嘛。没想到出拳打人还是难消怒气，诚信主嫌离开酒店后，立刻教唆小弟到礼仪公司门口连开三枪。这个然后这个要就开枪了，然后后面这个是打轰的。铁门上留下弹孔，但还好没有伤到人。警方事后调阅监视器，锁定诚信主嫌，果然在他家中找到枪支。最后连同诚信主嫌共十几个人，全被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、恐吓等罪移送法办。都是吕国宝、洪婷在基隆报道。